来喽，要爆了吗？嗨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我们今天呢要来玩破坏房间模拟器，然后这是一个实验室嘛，旁边有四种类型的武器，每种类型都有非常多的武器。那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房间哦，有四个房间。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，第一个这是什么啊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不知道什么然后旁边这个感觉好像很危险，假如射进去的话，应该会……没事。射不爆！哎呦，爆了！那下一个武器是手榴弹，手榴弹就大家很常见的，应该不用试了吧？随便丢几颗，大家都知道结果了。嘣嘣嘣！好，啊 下一个这是什么啊？不知道是什么，有点像麦克风的东西耶。先随便丢个试试看。粘住了。会粘人的炸弹啊！这边多丢几个，先让这个爆。嘣嘣嘣！靠！我知道怎么玩，我知道这个要怎么玩了。我们先往这边丢，然后按慢动作，来喽！要爆了吗？哦！直接下体爆裂。下一个武器的话是这个火瓶。火瓶丢这个实验室，好吧，够猛。它天花板也可以耶，天花板也可以耶，火灾喽，快跑哦！这防火的，这东西防火的，我不信。好，爆开了。好了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是这个火箭筒，那我就瞄准它的头打一发看看，直接蒸发。调慢动作，调慢动作。咚！接下来是这个定时炸弹。不管怎样都先爆它的弹，有没有？所以是我按下中间这个按钮就可以一次让它爆喽。那我多丢一点，还可以丢吗？满了那我不要，我要每个地方都要丢到。这边两个，这边。每个地方，反正各种角落都要丢到啦。然后这边也丢几个，这也是。好，剩下的随便扔丢了。OK，那要来爆喽！三、二、一，蛮解压的，其实。其实蛮解压的。第二关的话，来到酒吧，那第一关我都先试完这个炸弹类的武器，第二关的话就枪吧，试试看枪。头好硬哦！先射天花板，然后这个射掉。这就一般的枪啊，我觉得枪类的都还好，枪类对我来讲没什么兴趣，就只是普通的爽感而已，枪都还好。看一下这狙击枪威力好了，好吧，狙击枪威力比较猛。好啦，那这一关的话，我就试枪，枪试完了，枪试好快啊！我比较想要试下面这个啦，这个是大自然的，这是石头吗？石头是谁啊？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小屁孩丢石头，对。石头可以把柜子丢倒，也是很厉害。好烂啊！那下面这个，下面这个应该是地震啊，试试看。七级。自己人都不会怕，然后这个还在睡。再震。余震来了。地震还好地震好像毁不掉这些东西。好吧，地震还好。
这个是哦，黑科技是吧？哦，雷射光啊！为什么射不穿啊？我们射不穿。哎、欸，人也太硬了吧！啊，他还在插。哦，雷射光，雷射光好烂哦！这是什么？哦，黑洞哦，反重力装置是吧？哦，这个很凶哦。OK， 那我把它丢在它旁边好了，还是睡啊？该醒醒了。然后它嘴巴，哎、欸，会黏住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直接往它嘴巴里面塞哎、欸。再一个，吃屎喽！哦，还在吸，还在吸，还在吸，可以，可以，够凶。好啦，进入下一关看一下。下一关，哦，器皿，哦，那我知道地震的要怎么玩了。这个就是要来玩地震嘛，大家就是喜欢看这种高贵的这种花瓶什么的全部倒在地上。哇靠，这个架子有防倒装置哦，震不倒哎、欸。再震，再震，再震，我不信。我倒了，倒了，终于我把所有的都震倒看看，也太难倒了吧！这中间这个，然后倒了没？啊，受不了了，直接丢石头进去了。咚咚。好吧，四个武器都玩完了，那还有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是只有四关吗？对，来玩最后一关看。OK， 最后一关先来看看四周。啊，最后一关不就一堆人吗？最后一关怎么那么废啊？啊，最后一关随便吸一吸啊，地震加黑洞啊，随便吸，随便吸，随便吸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要玩混合的啦，我来看一下哦、喔，地震，然后这个，然后加，哎、欸，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看一下能不能吸火焰，我先把这里制造成火灾，快快快快快，等一下，先重来，先重来，先把这边制造成火灾，火灾了嘛，火灾现场，然后加黑洞，看会发生什么事。哇，好不真实哦！火都没被吸进去哎，太烂了吧！最后的话，就来这一套吧。先把这个全部都往他们身上砸，然后再丢这些东西，然后再按。